第五个问题，老师讲法的时候常常提到往生极乐世界的通行证，希望刘老师把这个通行证说清楚一些，详细一些。对于初学佛的同修，可能很容易把这个通行证形象化，这样念佛必定夹杂。感恩老师。这个通行证啊是个比喻，不是具体的有个证儿啊，就像皈依证放那儿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个比喻。它比喻什么呢？比喻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把握。这个把握究竟有多大，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通行证在你自己的手里，念佛成片就有把握了。